其实这张专辑我们其实非常的高兴能够跟我们好朋友黑森林歌手一起来录制这一张。那这张专辑呢总共有三个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两首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在声音的技术上面也是需要有非常的扎实的功夫。在这张专辑还有一个辛苦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还有搭配管风琴录音，另外一个罗盘里面还有一些打击的乐器。特别刚刚提到这个罗盘，它其实是有方位的设置，所以其实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还要依照章节的不同，然后移动到不同的方位来做演唱，所以这个中间都有很多特别的地方。这次很荣幸能够入围最佳艺术专辑奖，跟德国的职业歌手合作，对拉纤人来说呢，其实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刺激，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的作用，就是拉纤人会在这个艺术的合唱艺术领域中呢继续努力。